我来比划吧，非常简单。哦，干嘛？嗯，好。嗯，爸，好厉害！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甩摆。你看我，嗯，然后上羊肉串，皮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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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驾，在干嘛？骑马马，嗯，大马，嗯，大马猴，大马走，不是这个。大马步，哎，对了对了，大马路，大马路，对的对的对的。两分钟，好，下一个，下一组，晨晨，刘老师，啊，该我们出题吗？对，你想出什么？来，哎，他们要出，肯定要出很坏的。不会，可以，太简单了，没有，猜不出来，就这个吧。可以了。这个，说实话，我觉得其实有点不太好想。真不难，挺难的。你才一分钟都猜得出来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四个字。嗯。关节。嗯嗯嗯嗯。手指头。指甲。你画得很好。采血。Yes。擦点。星光点点，第一个点，第四个血，老师你说的对的，点，第四个血，第四个血，点状出血，好，1分12秒，截个图哈，我，不错，来到我跟周老师了，好，哇，比划，萌萌猜。加油！我们20秒把它猜出来。啊，老师！我建议啊，和老师们玩就不要玩专业上的，我觉得这个像开挂一样，没意思，玩点我们会的。我们换点别的，好吧？挂一样，没意思。哎，刘老师眉头都皱起来了。这个专业词，我看他怎么演。准备开始啊！三二一，开始啊！四个字。可以说吗？高潮，高低温，高睡。厚吗？好，宽，快快，厚，篮中。啊！你厚颜无耻。34秒，目前第一。上啊！好，我比划。现在就是虎子的表演欲特别旺盛的时候。表演欲很强。不是几个字，怎么打这么久啊？打一串是吧？打个诗句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应该不难。对，不难。好，这个专业词汇还是蛮那个的。感觉跟臂力还是很贴的。好，来吧，可以了，准备计时吧，来。三十一个字。大，第二个字，化妆。不是跟临床有关系的。美，大美女。五秒钟。太强了！第三个字比都不想比了，直接他能想到了。好，下一个。我来，我要发力了，我们危险了。我来比吧，我真的会比。我相信。来个这个吧。嗯，可以。好，我好害怕。嗯，我相信你。开始计时。几个字？三个字，求婚。
巧克力，对对对对对。玫瑰花，玫瑰尺。那我们接受惩罚的就是第一组喽。干杯，波波。干杯。这个惩罚太爽了。